30-0。太帅了，就让他们好好见识见识队长真正的实力吧。队长真正的实力都岂止这样。是啊，刚刚三球只是热身而已，毕竟对于思阳来说，很少有人能够让思阳全力以赴。被虐得心服口服，我真是太幸福了。比赛结束，玉清穆思阳获胜，总比分6-0。